要不要先来？先来这样机会更多一些。见义勇为卡。见义勇为，完了，你是不是鱼羊掉河里了？白鹿又给救上来了。村里的孩子玩耍时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你把他送到了医院。我付了医药费。孩子父母为了感谢你，包了10000元的红包，10000元的红包。但是，黄总，黄总，本节由杜小满金融冠名，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。下载杜小满金融 APP 参与抽奖，人人中奖，还有跑男同款等你来。搜小度天天 ，K 歌追剧爽翻天。本节目由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特约播出。孩子父母为了感谢你，包了10000元的红包，10000元的红包。但是，你觉得你做的是应该做的，所以拒绝了。那对，那对，这是正义代表啊！确实，正义代表啊！那对。我收获了好名声。哎呀，白鹿说了一句说，要是于洋家的孩子，我就收了。弟弟先来吧，你先来吧，先来、啊。机会多，你穷。接下来，哎，我这个稳呢，安居乐业哈，还可以。安居乐业卡，为了让家人有更好的居住环境，你扩建了自己的房屋，花费了10000元。可这还真是你家孩子。那对呀、啊，孩子掉水里，你不得安抚一下，把房子搞搞。没事，有钱花。如梦出行卡，为了让自己成为这个村最靓的仔，你给自己买了金项链，花费了5000元。哇！但买完之后你就后悔不已，决定脚踏实地勤劳致富。哎，他抽这玩意儿也准村里边最靓的仔，啥意思啊？我们咋的、啊？村里、啊、村里最老的仔，最老的金链子，金链来了。谭美美，谭美美，谭美美，不是，是啥？这啥呀？来，你先回去，你先等准老板，你就出来来。好，来开始走。大兄弟啊，你花了5000块钱没了我打金链子，你怎么不带呢？哎，忘了，我今天忘了。来，谢谢。哇，最靓的仔，最靓的仔，你眼镜，还有眼镜了，谢谢。哇，还送墨镜，哇！来，马马乌乌卡，在浇地时你没注意错将别人的闸打开，导致你左右两边农户的地被淹，每户损失了5000元。没事儿，也反正不是最穷就行。我再挣回来，再续前缘卡。你的初恋成为了农业技术员，在你的苦苦哀求下，点拨了你的种植技术，收入增加了3000元，弥补了一点我的损失。风驰电掣卡，双腿已经满足不了你的出行需求，你花了3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。精若偏红啊！在村里组织的广场舞大赛上，你婀娜的舞姿广受好评，跳一支舞将获得2000元的奖金。哎呦，哥，我强烈要求咱俩整个组合，行不行？我们现在就过去太原演出，去太原演出。修路支付卡，修路支付卡，为了把你们种植的蔬菜运出去，最先富裕的两位村民为村里修了条路，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，每人花费15000元，就是目前场上前两名的首富。这不首富在这儿呢，首富在这儿呢，出了15000给村里修路，谁出的？你首富，哥，首富为了2000，刚才蒙的成那样，我这15000说没就没了。
你们可以给鹿取一下名字，叫沙鹿。我和谁捐的？我俩。杨沙鹿。杨沙鹿。杨沙。